2012年港姐季军，34岁的朱千雪转行做律师之后就淡出了娱乐圈。从她网上更新的近况可以见到，她不时约圈中老友聚会，又画画培养艺术气质，状态仍然 fit 爆，真的令人羡慕。31号她就上载了一张大合照，相中全部都是她的好姊妹。咁多年过去，所有人依然 keep 得非常后生，而马国明就站在汤乐文后面，亲密感头贴头，公开榜闪。